倒数第二天在伦敦，因为明天晚上6:30我就要从伦敦回台湾啦。然后这应该是最后一次，所以这应该是最后一次从就我家去市中心这样子，有点感伤，有点难过。但其实我根本没有时间，就是处理这些情绪有的没的，因为就是打包行李啊，采购东西啊，非常的忙碌。对 ，anyway， 那就给大家看看我平常是怎么去市中心的吧。好，现在这个站是 DLR， 就是。比较像轻轨一点的车，然后这是我们住的这一站 South Key。它有两边，然后这边是离705比较近，就是离陈毅他们家比较近的这个出口。然后我跟张伟恩的411是要从另外一边出口，我们最常走的就是这个车站。对，可能没有机会搭到，有点难过。然后现在这个桥就是我们平常过河之前会走的桥，但是因为我家住比较远，后来我就会走另外一边这样子。然后有一次这个桥就还被转成九十度，整个大家过不了，有够尴尬的。对，过桥之后呢，要穿越这个建筑物，然后楼下是一个 shopping mall， 楼下有一房，还有很多咖啡厅，还有很多食物超市跟店。然后这个站是 Canary Wharf 的 DLR 站，就是轻轨那一站。然后这里我们，反正这附近就是有很多很多百货公司啊，比如说那里有个什么 Cable Palace Mall， 反正他们都连在一起。然后我们常常来这里转车去 Stratford， 就是去另外西东边一点很大的百货公司。嗯，然后跟大家说，这里的星巴克比其他伦敦地方好像贵了5p 吧？对，之前发现的。去吃翔 Central， 然后我们现在要去搭地铁。不是要先去蒙吗？哦，我们要先去蒙吗？但大家看过那一间 ？Yes， 搭地铁。耶、yeah, ，我们现在在 London Bridge 的 Cafe Nero， 这间卖的是意式的。咖啡，然后是我所有里面最喜欢的咖啡厅。Yes， 都没有人。哦，有。介绍。我们现在在 London Bridge Station， 就是伦敦桥。对，然后这就是我刚刚说，就是英国有两个金融中心嘛，第一个就是在这里，这里很多办公大楼。然后现在有点排不到，这一栋是碎片塔的 Shore， 就是。好像是欧洲最高的办公塔，我在里面上班过2次。然后呢？2次完之后发生什么事？没有，我们公司的办公室一直换回去。好，然后我就离职了。恭喜你。然后所以呢，我也是这里的小地陪。Yes， 因为我另外一间实习的老板很爱约在 London Bridge， 所以我跟这里就熟了爆，好吗？是的，就是这样。然后我跟这里很有渊源，是因为我的钱包也在这站被偷，因为它离 Borough Market 非常的近。很棒，所以有爱有恨都有。好像只有恨没有爱，因为我很讨厌来比较多恨。哦，是了，现在有点恐怖。对，耶、
好吧。我上次带我们家的人就是去他另旁边有一个 One New Change， 可以大家可以上去看，很累。那边可以拍照。详情请看我的频道第二个影片，我跟贤廷去。应该。啊？还有什么？到你之前的大头贴不是？哦，对，我也这样，我很美的大头贴就在这里拍，那时候我还很瘦，现在就是不行。好，这就是 San Paul Cathedral。小河，我以为我还在阿姆斯特丹呢。Oh my god， 我们昨天还在阿姆斯特丹，我现在人在伦敦。Amazing。Crazy。我就是从一个案例很多的地方到另外一个案例很多的地方。我回家第一件事就是把我身上全部消毒，真的怕死了。然后我在飞机上口罩戴两层，然后我就疯狂擦。我旁边英国人就是觉得我是疯子这样。I don't care。李晨毅，正在讨论上机的策略。我们最后一天过得好匆忙哦。对啊，没有啦，其实很悠闲，天气很好。我没有啊，我这个时间本来是在匈牙利的。你等一下去哪里？我等一下要去 Strasbourg 买东西，口罩戴好了。我要去 King's Cross。这边先跟大家说一下，我们两个就是回去都已经自主隔离，而且我们都是隔就是一整层或者一整栋的，我们不会跟家人接触，所以不要来找我们。对，都不要来找我们。阿离看到我们离我们越远越好，我们很乖。那我带够的东西就14天后再来。我买给大家礼物也14天以后再来拿。这是我们最后一次搭 DLR， 就是道格岛轻轨。而且我还用那个。我以前还敢说，对，我们很喜，我个人很喜欢 DLR， 因为我觉得很舒服，有点像北捷吧，有点像淡水线，对，但你说红线哦，对，很舒服，不是有点像木栅的，没，对，文山，它车子其实蛮大的，木栅线，橘色。Brown 是什么？把这个切掉。啊，车来了。
车？没什么车。开始有欧洲人戴口罩了，我很骄傲，是吗？对，哦，没关系。帮心如记录他今天要离开，他现在在非常疯狂的赶车，那东西都还没收完，他在这里。Anyway， 这是他的房间，现在非常的干净。平常比较乱一点点。I'm not sure. Yeah.还有一个很棒的落地窗，然后可以看到外面。今天天气非常非常的好。然后，哦，这个是呕吐的顶端，这边这个几根那个几根黄黄的插出来的刺刺，呕吐就是有点像是伦敦的一个小巨蛋的概念的顶端。然后这边是Stratford， 就是另外一个区域，我们常会去那边的一个 shopping mall。这是我们的客厅，这是心如。我现在很ugly。Oh my god！ 我现在回台湾了，我东西都没有整理。你知道我的车已经要来了，然后我跟李晨还在搞行李。李显廷，你他妈的 Bureau Bureau 真的有够重。好，那因为我爱你，所以我帮你把它带回去。好，整理完了吗？嗯，差不多。哎、欸，这我家现在真的有点恐怖。My goodness。我要抓一点水，哎、欸，这个到时候你帮我把它丢掉。OK。我的浴室很干净，很厉害。OK， 好。我流浪牙刷给你牙膏。浴室，这里还有浴室，这是新入的浴室，给大家看一下。有点阴暗，但是，哦，很干净啊，非常干净的浴室。Very good。好，先到这边。我们要离开英国了，李晨现在进来以后再退税，好累哦。但是我们今天遇到了很好的子人，我们两个行李其实都抽中蛮多，特别是李晨一，他应该40公斤吧，还40几，然后海关就给他那个华航的人就给他过了，然后我大概是37公斤，那我们买35，所以也是过了。但是我们现在这两个 carry on 就是重到不行，特别是我的，真的超多东西的。哦，希望等一下可以顺利上飞机。